我在北京有个客户跟我说过，他说千万不要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。你什么客户呀？这么土啊？三个交易吗？怪不得。外面的路走一慢，家乡的路任你闯。我回来是要创业的。你有咖啡吗？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？你有快递吗？不好吗？我有电商吗？咱们三个合伙吧。一件就到家。一点就到家，就算他死了，咱们也送他坟头上。啊！哎呀，这还是个豆腐呢。你请你来。你到底经历过什么呀？为了生活，什么都经历过。